所有邪灵的势力都要离开，观音的邪灵的走不可以再留在这里，观音的邪灵，我是正义的神，哈利路亚，我是公义的神，哈利路亚，所有邪灵要走，观音的邪灵走，我成惯，人人都跪拜我，关公的邪灵要走，佢仲要关公嘅邪灵要走，关公嘅邪灵要走。我虽然姓关，但系我唔会俾你喺我里面影响我。关公嘅邪灵要走。神会大大使用我嘅，你快啲走！你系假公义。耶稣，耶稣系得胜嘅，心里心术耶稣系得胜嘅，耶稣系得胜嘅，完全冇需要担心。耶稣嘅圣灵，自杀嘅邪灵出嚟。自殺的邪靈要離開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有計劃，神有奇妙計劃。哦，耶穌，耶穌的聖靈，死亡的靈要走，死亡的靈要離開，死亡的靈要離開。自殺的邪靈要走，不可以再留在這裡。自杀的邪灵不可以再留在这里，自杀的邪灵不可以再留在这里，哈利路亚，自杀的邪灵不可以再留在这里，哈利路亚，有耶稣真好啊，耶稣赐你我的生命，所有自杀的邪灵要离开，不可以再留在这里，耶稣是得胜的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是得胜的，耶稣是得胜，警察跪拜我，黑社会跪拜我，我几劲！耶稣嘅名，观音嘅邪灵要走，唔可以透佢讲说话。关公啊，关公，关公，唔可以透佢讲说话。奉耶稣嘅名，关公嘅邪灵唔可以再出声。耶稣名，吹佢吹。耶稣名，关公嘅邪灵唔可以再透佢讲说话。关公嘅邪灵唔可以再讲说话。冇权柄，你嘅结局系永远喺流亡嘅火里面。结局是永远流亡的火湖，关公的邪灵一定要走，关公的邪灵一定要走，不可以走，关公的邪灵要走，关公的邪灵要走，不可以再留在这里，有信心他一定要走的，我们有耶稣是完全释放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救我们脱离一切捆锁，所有观音的邪灵要走，奉耶稣的名，观音的邪灵不可以再留在这里，观音的邪灵不可以留在这里，走了，牧师，关公的邪灵要离开，关公的邪灵要离开，走了，家族的咒诅要离开，走了，家族拜偶像带来的邪灵要出来，在家族里面拜偶像，龙啊，牧师，吓，龙啊，龙的权势，龙的权势，龙的权势离开，耶稣的名，龙的权势离开，龙的权势离开，奉耶稣的名。龙的权势离开，龙的权势。我奉耶稣命你要走，龙的权势，你即刻同我离开我，离开我。耶稣命有信心，耶稣是得胜的，耶稣是得胜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龙的权势离开晒，龙的权势离开晒，哈利路亚，古蛇龙一切权势离开，魔鬼撒旦了出来。魔鬼撒旦要离开，魔鬼撒旦要出来，吹佢出来有信心，佢一定要走嘅。你里面啊，你喺里面，你里面咧，你喺里面拒绝佢，唔俾佢讲嘢。你拒绝喺里面拒绝佢，拒绝佢，唔好俾佢透佢你讲说话。奉耶稣嘅名，龙嘅邪灵要走，撒旦嘅邪灵要走，撒旦嘅邪灵要走，魔鬼嘅邪灵你要走，魔鬼嘅邪灵你唔可以再留喺度。耶稣是得胜的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是得胜的，耶稣是掌权的，哈利路亚，龙的权势，奉耶稣的名啊，这邪灵要走，蛇的权势，古蛇的邪灵要走，龙的邪灵要走，古蛇的邪灵要走，奉耶稣的名，有权钱搭蛇，奉耶稣的名，我不给他佢唔好权留喺度嘅，奉耶稣名要走，有信心，有信心，相信神嘅得胜，相信神嘅得胜，相信耶稣嘅得胜，佢一定要走嘅，奉耶稣名一定要走嘅，奉耶稣嘅名佢一定要走嘅，奉耶稣嘅名佢一定要走嘅，奉耶稣嘅名佢一定要
的权势嚟，你有信心，吹佢出嚟，吹佢出嚟，吹佢出嚟，龙嘅权势一定要离开，龙嘅势力要离开，魔鬼嘅势力要离开，魔鬼嘅灵你要走，魔鬼嘅灵要走，奉耶稣嘅名，要佢走，要佢走，奉耶稣名你叫佢走，里面唔好俾佢讲说话，奉耶稣嘅名。要走，龙嘅权势要走，蛇嘅权势要走，撒旦嘅权势要走，魔鬼唔可以再喺度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得胜嘅，耶稣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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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胜，耶稣系掌王权嘅。哦，耶稣系得胜嘅，耶稣得胜嘅，哦，耶稣系得胜嘅，哈利路亚，奉耶稣嘅名，魔鬼嘅权势唔可以再留喺度，龙嘅权势要走，龙嘅权势要走，忧愁叹息，尽都逃避，我见到有。有隻狐狸趴住我膊头啊！O K， 呢个邪灵要离开啊！呢个邪灵要走，奉耶稣嘅命，奉耶稣命，呢个邪灵要走，呢个邪灵要走，奉耶稣嘅命。虚假，奸狡，狡猾，虚假嘅灵要离开我。释放佢嘅灵，耶稣要离开，耶稣嘅名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虚假嘅灵要离开，虚假嘅邪灵要出嚟，奉耶稣名，虚假嘅灵要离开我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自大嘅灵，哈利路亚，骄傲嘅灵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离开我，自大、骄傲嘅邪灵要出嚟。骄傲的邪灵要离开。哈利路亚！我见到我。哈利路亚！我见到我喺个冰入边，冰封住我。哈利路亚！蒙蔽嘅灵要走，蒙蔽嘅灵，蒙蔽嘅灵要走，向耶稣嘅灵，蒙蔽嘅灵要离开。蒙蔽的灵要离开，蒙蔽的灵要离开。释迦牟尼佛，蒙蔽的灵离开。释迦牟尼佛，好多只手，嗰只叫咩？唔系，好多只手，嗰个叫咩？释迦牟尼嘅邪灵要走，都好似系千手观音嘅邪灵要走，千手观音嘅邪灵要离开，千手观音嘅邪灵要走。吹佢出嚟，千手观音嘅邪灵出嚟，哈利路亚！千手观音嘅邪灵出嚟，千手观音嘅邪灵出嚟，唔可以再留喺度。千手观音嘅邪灵出嚟，奉耶稣嘅名，千手观音嘅邪灵出嚟。奉耶稣命，你即刻就走。奉耶稣嘅名，千手观音嘅邪灵要离开。即刻要走。千手观音嘅邪灵出嚟。哈利路亚。耶稣，你放过我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耶稣。千手观音嘅邪灵要离开。奉耶稣命，一定要走。哈利路亚。一定要走，奉耶稣基督嘅名，你唔可以影响我，你一定要走。哈利路亚。一定要走，耶稣系得胜。哈利路亚。我整个人都是属耶稣的，你无权无势在我里面，你即刻跟我走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多谢耶稣。释放佢，千手观音的邪灵，千手观音的邪灵要走。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。多谢佛。OK。系嗰啲衣服啦，总之嗰啲，我见到嗰啲。好大个肚腩光头嗰个咧。O K， 好，耶稣，多仔佛嘅邪灵要走，多仔佛嘅邪灵要离开，
我奉耶稣命，你要离开我。奉耶稣嘅命，多谢佛嘅邪灵要走。我应允我。奉耶稣嘅圣名，多谢佛嘅邪灵出嚟。奉耶稣嘅圣名，多谢佛嘅邪灵要离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释迦牟尼嘅邪灵要走，释迦牟尼嘅邪灵要离开。奉耶稣嘅圣名，释迦牟尼嘅邪灵要走。好小的时候呢，被那些和尚去按手的个头都。奉耶稣的名，这些和尚按手带你的邪灵要走。是啊，主。奉耶稣的名。我释迦牟尼。这些。他是释迦牟尼。和尚按手带你的邪灵要走。奉耶稣的圣名。这些和尚按手带你的邪灵要离开。奉耶稣的圣名。里面呢，就是有个声音。想讲嘢啦，咁但系我自己系分得出唔系自己嘅声音嚟嘅，唔系我想讲嘢，系里面嘅邪灵想讲嘢啦。咁佢讲，咁佢因为佢感受到佢系佢哋要走噶啦，其实佢哋走呢刻其实系辛苦咯，即系我尖叫，其实我感受佢哋辛苦咯，因为。圣灵的临在嘛，咁佢哋系无地自容，佢哋系要走嘅。咁我尖叫咧，其实系知道佢哋叫咯，因为佢哋唔想，即系佢哋即系叫做垂死嘅尖叫咯，吓。咁佢哋唔走唔得，即系所以佢哋会尖叫咯。咁跟住神好又启示我自己有啲乜嘢嘅偶像影响住我自己咯。咁呢啲我自己都冇拜，除咗观音可能有插过香啦，即其实大部分我都冇真正去插过香拜过佢哋嘅，即系家族性嘅嘢咯。好明显就系唔系我自己嘅生命里面有信呢啲嘅偶像，我冇信嘅。咁都好感恩啦，因为佢哋嗌完之后咧，其实。他们是神给我看到他们 在我面前，即是好像离开了我，在我面前出现，跟着就隐约我隐约就看到耶稣在他们面前，他们就消失了，即其实他们都不可以再留在这里了，即这个空间里面。跟着就其实喊的时候呢，其实我自己不辛苦的，其实即不是死力去喊的。即我自己不辛苦的，咳嗽有少少，喉咙有少少不舒服，但是都知道是邪灵他们即释放他们的时候的反应来的，即他们要走了，不走不得了。里面的声音有时想说呢，即其实可以控制的，但未讲之先咧，其实个脑已经挣扎咗一段时间，系好想讲呢堆嘢噶啦，即系譬如，哎呀，我想死，死咗咪好咯，喺天堂啊，几好咁样，唔使喺地上受苦啊，咁即系有呢啲呢啲嘅声音听到咯，系挣扎咗一段时间先至出嚟嗰样嘢。即是话先讲出嚟嘅，其实我自己喺里面有挣扎嘅，即系个过程心里面有挣扎，因为知道唔系我嘅意思嚟嘅。系啦，咁就都睇到啲过往，譬如自杀嘅，咁睇到啲过往自杀嗰个图画啦，走咗出嚟啦，咁啊知道一个自杀咁样。系啦，一路祷告嘅时候，一路圣灵都启示我。有啲咩影響住我自己，或者以前做嗰啲咩咯？譬如頭先講和尚，突然間睇到有個好多年，可能十一二歲嘅啦。我姑媽信佛噶嘛，咁就帶咗我去嗰啲佛堂嗰啲，咁個和尚就話祝福我唔知咩，咁唔知按一按個頭，其實唔係好印象好深嘅。但係頭先又有呢幅圖畫啦，所以我又講出嚟，即係講俾葉牧師聽，等葉牧師去幫助我一齊去釋放呢樣嘢咯。还有是因为那时候都蒙蔽无知，求耶稣赦免，我都 不知道和尚究竟是什么来的，就随意给他，
按個頭，按個頭好似係。但係好好嘅，因為邪靈走咗，咁聖靈又會話俾我知佢走咗啦，咁樣。咁所以我知道，所以我又會叫牧師得啦，走咗啦，得啦 ，OK 咗啦，咁樣即係聖靈會話俾我知。跟住其實就好感受兩種勢力喺我裡面度打仗，爭即係兩個勢力喺度對壘，有個過程喺度對壘。咁當然我相信耶穌係得勝嘅，我裡面不斷都係想住，即係跟住葉牧師帶領係。耶穌是得勝的，是不是？耶穌是即是他們不可以留在我裡面，我深信的，所以他們對壘的時候，我就自己掙扎緊，所以我都心裡面我都是選擇，我沒有懼怕的，其實裡面沒有害怕，雖然我知道是他們在這裡，但是我不害怕的，因為神的平安在我裡面，其實就是兩個勢力在裡面打緊仗咁咯，但我清晰自己係屬邊一邊咯。嗱，所以我成個過程係我讓聖靈自由嘅運作。嗯。咁我就唔用自己嘅頭腦去諗點解會有呢個邪靈，或者點解有呢件事，點解我就冇呢啲點解嘅。嗰陣時就係自由地讓聖靈去做，因為我相信耶穌是得勝的。我相信耶穌今天他釋放我是他很想釋放我，同埋因着他很愛我咯。咁就似而家呢個人嗰個點啊？好輕啊！好似好多垃圾走咗出嚟啦，個心咧之前未做之前咧，好似好壓住。享受神嗰時享受唔到，唔好壓咯，覺得個心好壓，個人好重。而家個心就好輕，個人又好輕，好似減咗肥咯，輕咗咁咯。咁樣其實笑得出咯。嗯，就知。咁頭先就笑唔出咯。嗯。而家就好開心，係。